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11面，511面第六行，第六行当中啊，下半段看起啊，从抄这个地方看起啊，这个抄是弥陀疏钞啊，莲池大师讲的啊。昨天我们用时间到了，这最后这一段呢，我们今天把它播出来。莲池大师在前面说，作事啊，执着在事上的修学，就是念佛啊，而念能相及，我真干了，真念了。还能够往生净土，所以说不虚入贫之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没有物力，啊，肯定是生在下面二土，就是同居土啊，跟方便土。如果这里啊，执着大乘所说的第一义谛啊，讲的真理，万法皆空，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那他就不念了。无念就是念嘛，不念了。这个样子，凡受落空之祸啊，他将来不能往生，不但不能往生，在六道里头，他还得到地狱道去受苦。什么原因？他做出一个错误的样子，自己受害，那是应当的。会影响别人的，有别人看到了学他的样子，这个责任你不能不负啊！啊，害自己的最轻，害别人的最重啊！影响越大，你的罪就越重，影响的时间越长，你在地狱里的住的时间也就长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抄里面有说，这样的人确实多不是少数啊！啊，他没有开真实智慧，他是世智变聪啊，我们一般讲强词夺理这样的人啊，听到大乘经上讲的空啊，他就以为什么都可以不执着了，把大乘经义完全误会了。大乘精神绝不是世之变聪所以能够误入啊！什么人能懂呢？真诚恭敬的人能入古大德，
连印光大师都常常叮咛嘱咐我们，一份沉静的一份利益啊，至诚恭敬才能得业了。与智慧前身没关系，甚至于你认识字不认识字也没关系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一次经都没听过。你们在《坛经》里面看前面他一段的历史啊，在黄梅住了八个月，没进过禅堂，没有进过讲堂啊，任和尚指示分配他的工作到这个柴房里面去劈柴舂米，这在寺庙里头做苦工啊。古时候进寺庙啊，一定是先为寺庙啊服务五年。为什么呢？修福啊。不是说你到寺庙去享受啊，人家供养你，你有多大的福报啊。啊，所以进寺庙是叫五年学戒。学戒什么？学规矩。服劳役啊，每一个人进寺庙都要做的修复。人有福报啊，才能够开智慧啊。中国古谚语有所谓是福至心灵，你的福报到了，你的心就灵了，豁然聪明，智慧开了啊。那么由此可知，没有福报的人心思明暗啊，就是糊涂啊，愚痴，不开智慧啊，没福报啊。啊，可是有福报的人，如果没有善有引导，他就变成视之变聪，就变成狂慧，那就错了啊！他那个智慧是用到邪的方面去了，变成邪知邪见，那造业就更深了啊！这种人对人没有恭敬心，狂妄自大，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这个底下说，愚子本性啊，从未开悟，明心见性这种事情他完全不知道。啊，而轻贪净土，蔑视往生，危害非细。啊，这个事情我自己早年就这个样子啊，对净土不了解啊，以为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度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啊，阿公阿婆没有文化的人，是给他们开了个方便，以为是这样的，啊，自以为我们是真心，真了解，啊，李老师苦口婆心劝了我十年了，常常劝我了，啊，我不反对，但是我不肯修。
啊，不肯修呢，总以为这是世尊对于下愚众生呢所用的方便法门，不是对于上根立智的。这个错误的念头很深呐！连李老师都没办法替我拔除。我跟诸位讲过，我相信净土是从《华严》《法华》《楞严经》里面起心的。这些大经大论，包括引入净土啊！我学这些大经大论，到最后发现什么？这些经论最后通通导归净土。这才开始认真去研究它，去关注它。以后慢慢就有了进步了，渐渐就明白了，才知道净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我在黄念老这个序文里面写了这么一句话，念老看这篇序文，他特别赞叹这句话。不切入境界，说不出来呀。真的认识了。这一句话是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危害非细，这就是害处太大了。对净土没有甚深的研习，研究还要真干。你才会真懂啊！天天听经，听了不能做不到，没用啊！这个"没用"两个字的意思很深呢。包括什么呢？包括你听经听得没听懂，你听懂了，哪有不真干的道理啊？听经没落实，没懂。为什么没懂呢？没有沉浸，轻视净土。没有把念佛放在心上，是这么个道理啊。对自己来说，这一生无比殊胜的缘分呢，错过了。当面错过，为什么？你这一生能成佛啊？这个机会都难得啊！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一生碰到了碰到的时候没有善友引导你，真不容易相信。我这一生是遇到真正善知识，还拐了个大弯。我这个病是知识分子的病啊，知识分子就是广学多闻啊，喜欢搞这个，一门深入，长时熏修。知道不愿意搞，要广学多闻这知识分子的通病现在才知道一门深入比广学多闻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呀！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可以得定，可以开会，
光学多闻不行，学的什么？学的都是皮毛知识，不开智慧。啊，对开智慧，它造成障碍，这个障碍叫所知障。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的，可惜我们年轻没看懂，看懂就好了，没看懂啊，到老才恍然大悟。啊，我要在年轻二十几岁就看懂了，我今天成就不是这样的。啊，我相信应该可以给这些大开眼界，啊，这些人可以能达到他们程度啊，啊，就是不同。啊，老师对这个问题没有能够解释的透彻，啊。解释的透彻，我服啊！啊，服了就好办了。我对老师尊敬啊！啊，你说这个缘分多么难啊！幸亏啊，在华严、法华、楞严上这个基础上悟到了。真正明白了所谓何大空不因苦，何大空执着空啊，错了佛在大乘经跟我们说真空不空啊，这个意思现在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为什么说真空不空？说的真空，因为它没有三种现象的真空。那为什么说不空呢？它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具足万法啊！慧能大师开悟末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不空啊！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从他变现出来，所以他能生能现，但是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啊！他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说它真空。啊，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妙有什么？我们先前所接触到的，六根接触到的。能接触到的是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触到的是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啊，前面五根跟五尘是色法，用现在的话说物质现象。第六意识跟法尘是精神现象。能生能现，所生所现那是自然现象啊！科学把这个宇宙万有归纳，不外乎这三大类的现象啊。这三大类的现象自性里头没有，自性不属于这三种现象，没有这三种现象，但是自性欲缘能现这三种现象，能生这三种现象，
所以说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妙有就是一切有，就是三种现象。三种现象虽然是有，相有，性没有，所以当体皆空啊，了不可得了。啊，不要以为相是真的，相是假的，啊，真正觉悟了，明了了，相是假的，不再执着了，不再分别了，啊，你才能够做到随缘妙用。啊，随缘妙用啊，就是普贤菩萨十愿里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众生你喜欢什么做都好。啊，菩萨有没有意见？菩萨没有，为什么没有意见？万法皆空，了不可得。菩萨的心永远是清净的。啊，菩萨心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他的大自在啊！啊，凡夫的心里头千头万绪，古人所说的理不清呢，这杂乱的现象啊，啊，理不清杂乱现象，全是空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只要你肯放下，真正看破了，放下了，你就跟佛菩萨一样。啊，这个时候心是什么呢？这经上讲的，你的心是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是我自心呢，是我本性呢，啊，所以对于空有的定义要认识清楚，不能误会。误会，这就是好大空啊！不因果啊，以为没有因果报应啊，还有不少人也认为因果报应是迷信啊，不合科学，那就是茫茫荡荡着火照样火了。啊，对自己来讲的时候呢，招来的病痛啊，这是你个人的养护，招来的邪知邪见，邪知邪见是引导你到三途去的，特别是到地狱啊，引导你到地狱，堕到地狱那就是灾祸了。啊，对我们的环境来说呢，这个祸大空波因果，满满当当招殃祸，就是社会动乱，社会的秩序失常了。啊，再就是居住的环境，山河大地。不坚固了啊，山河大地会带来许许多多的灾病与我们起心动念有密切关系啊，读者当三福四言啊，这是念老慈悲啊，能够遇到这部注解，你念的时候要多念几遍，要多想想经论里面的教诲，慎无治理非事。
要谨慎，千万不能执着理，而把四修废掉了。四修里面所讲的是定课、散课。净宗里面无比殊胜的这个妙法就是念佛。这一句佛号要好好的念。你看自古以来修净土的人定课。或者是一天一万声佛号、两万声佛号，有十万声佛号定课。世间在家学佛事务非常繁忙，没有时间念佛慈云灌顶法师劝他修十念法定课是十念法，早晨起床洗过脸之后面向西方有佛像吗？在佛像面前合掌，恭恭敬敬的一口气叫一念，一口气不举佛号多少，净一口气叫一念，念十句。晚课也是这样的，这是给工作最繁忙没有时间念佛定的早晚课，这个容易平常呢有空就念，那叫散课。真念呢，真性啊，真正想往生西方啊，你要想他是不是真心、真愿？你看他是不是真干？他真干就是的。如果他没有真干呢，他那个真心真愿都是假的。你看那个真假从这里看法。这个就不是就是修无师所说的。能说不能行呢，不是真智慧。能说不能行是假的，不是真的。你说他不信我，他好像很信。你说他信吧，他露水倒信，他把持不住所以在生活当中他起不了作用。这是我们看别人是我们一面镜子，看过别人呢，要回光返照，我怎么样就得受用啊。因为自己看自己的毛病看不到总以为自己样样都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这个是凡夫的通病，人人都有，自己也有所以要懂得别人是我们自己最好的镜子贵在看到别人马上就回光返照，这就起作用我们照镜子看到脸上有脏东西了，赶紧回过头来把脸洗干净这是镜子的作用。而不知道这个世界一切人事物都是我们的镜子但是我们照这个镜子不能回过头来修理自己，错就错在这里真正修行者会照，不会修行的人不会照慧眼他佛轻视净土，
而自招殃祸。这个殃祸可招大了，不是小祸，大祸。触佛身血，破活合身，这是地狱业，必定堕地狱。敬重持名的法门，居然他有能力帮助无逆施恶的人，一生都能够往生作佛。这个经法还了得吗？他确确实实是经中之王，法中至尊，没有超过他的。你对这个法门你毁谤啊，你不相信，你轻易地对他批评，你该受什么样的殃祸你自己晓得。这个结罪也不是跟自己结的，跟自己结不没有这么重，因为你这样做有意无意影响许许多多人侵蚀净土啊，影响许多人对净土丧失信心，这个责任你全部要背上。这个结罪就麻烦了，你的影响力越大，影响的时间越长，越长什么呢？不但你批评，你还把它写成文字，文字会流传后世啊，会影响后世的人，这就是影响时间长了啊，传播的很广，那影响的是空间大了。结罪从这里结，你招的殃祸无法想象了啊。我现在看到这些经文心有余悸，为什么？年轻刚学佛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人啊，幸好回头了，那要不回头还得了吗？没回头真的对阿弥陀佛对这个法门半信半疑。啊，轻易的批评啊，好在我们也丢开教啊，啊，对教下兴趣是非常浓厚啊，特别是华严法华啊，方等般若法相啊，特别爱好啊。不知道净宗是第一法门，不知道净宗是所有大乘到最后统统归到这里来。啊，这是我从《华严法华楞严》里面发现的。啊，《楞严经》25圆通，最后回归到大势至观世音。
华严经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如果没有这些大乘经，那我就是自招殃祸，肯定堕阿鼻地狱。上辈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是中辈，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这是修善愿生。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过，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这是中辈往生。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略论云：中辈往生呢，有七个因缘。这些呢，我们都是应当要学的。无论我们将来往生是生在什么样的地位，这两品经非常重要。三辈往生跟往生真言，为什么这两品是专讲往生的方法？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具备什么条件？就在此地，这个东西重要了。就像我们现在在国外移民一样，你要具备哪些条件？条件通通具足了，就顺利通关了。这两品经我们要是熟透了，我们能做得差不多，就真有把握往生。你有信心，你不会怀疑。而信心是往生第一个条件，所以信心的建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你怎么会相信这个法门？怎么会相信阿弥陀佛？怎么会相信极乐世界？这个东西你看不见，你也听不见，你也摸不到，你怎么去相信？我们今天相信这个相信的第一个依据叫圣言量。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不会骗人。佛菩萨讲的话都是真话。古社会人与人之间互相往来，第一个条件就是互信，
我相信自己，我相信别人，别人也相信我。现在的社会，互信没有了，不但互信没有了，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他还有什么成就呢？啊，自己不相信自己的人，那是什么人呢？三途里的人，地狱恶鬼出身。有人说，现在的人连恶鬼出身都不如。我们想想，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啊？细心去审查，就知道他说的是有道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教育出了问题，不是今天出了问题，这两百年来全出了问题。啊，换一句话说，教错了。现在再回头，不是一个简单事情。那回不了头就，回不了头就是社会继续乱。啊，灾难继续多。啊，越来越频繁了，越来越严重了。啊，看严重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人才会也醒过来。啊，醒过来了，找老祖宗啊，找别人都没用啊。啊，像小朋友啊。啊，三四岁小孩遇到最困难，他怎么办？就找他爸爸妈妈去了。啊，他不会找别人。我们遇到实在不能解决了，那只有找老祖宗。老祖宗真有办法。他将这些办法都记在经典里面，流传给后世，啊，帮助后世子孙解决疑难杂症。后世子孙如果不去读，不去学，那是祸有应得。啊，这个灾祸你是应该要承受。啊，你不听老祖宗的话吗？啊，谚语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亏就是灾难。终辈往生这七个因缘，就是七个条件。第一个，发无上菩提心。跟前面上辈三品完全相同啊，由此可知，发菩提心是往生先决条件啊。凡是往生的，没有一个不发菩提心啊。菩提心用偶益大师的解释就好懂。啊，偶益大师的解释很简单，真心，
一点怀疑都没有，真心有阿弥陀佛，真心有极乐世界啊，真心依照阿弥陀佛的教诲，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我往生。这叫真心啊，真心借着是真愿啊，我愿意在这一生到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世界还有留念吗？没有了。啊，有留念的，那就是佛在经上讲的，富贵学道难。富贵人觉得这个世界还不错，还很美好，不愿意离开。啊，所以佛教弟子，叫他什么？叫他吃苦，叫他持戒，一生严持戒律，生活非常困苦，他对这个世间没留恋。啊，世尊末后这两条交界，是给弟子做逆增上缘。好事啊！啊，生活越苦越好，越苦你会越精进，你会越发奋，你对这个世间就越不会留恋。啊，吃得好了，太好了，穿得太好了。居住太好，不想走了，这地方不错啊，极乐世界虽然好啊，我还没见到啊，现前的好处我见到了，我享受到了。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没有讲堂啊。啊，我们今天建一个富丽堂皇宫殿的讲堂，你就舍不得离开。死了以后怎么办呢？舍不得讲堂啊，那讲堂里头有什么东西啊？有老鼠，有蟑螂，有蚂蚁。啊，那你就变成这些东西，你就投胎干这个了。为什么呢？舍不得离开。你看多可怕。啊，释迦牟尼佛有智慧，有善巧方便呢。啊，所以他老人家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一生不要讲堂，不要居住的方式，晚上睡觉树下一宿，三衣一钵，日中一食。这就是他老人家当年在世49年讲经教学的生活方式。真舍得。我们要懂啊，要能体会到佛陀那种真诚的慈悲啊，时时刻刻念念都在为我们着想，如何让我们对这个世界，这个虚幻不实的世界，不
生留念，他想出这么多方法出来，我们能依教奉行，那就真的好弟子、好学生啊！所以受苦受难的时候，立刻想到释迦牟尼佛，那我们受这点小苦小难算什么？佛受的困难比我们多得多了，大得多，多得多。那我们的心就平静，不再以为这是困难的事情。啊，所以要发心。二者呢，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两句三辈九品完全相同，那你就晓得这是最重要的条件。啊，一个方向专念，专念是不怀疑不夹杂，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不忘阿弥陀佛，三者多少修善，奉持斋戒，这重要啊！啊，斋是不过中食，叫斋。啊，斋不是素食的意思。啊，过中不食叫斋。啊，佛是一天吃一餐，这一餐是在中午，但是它不过中。啊，不过中是什么时候呢？应该在现在来讲，11点到11点半，这个时候不过中。啊，这是每一天吃饭的时间，早晚都不吃啊。早晨的功课是托钵啊，早晨时间托钵，托钵一定是在城市、乡镇、人多的地方啊，才能托一钵饭呢。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僧团很大，出家人1255人，加上释迦牟尼佛1256人，这是佛的僧团。啊，我们一定会想到，还有一些居士。那别的地方的出家人，其他宗教里面的出家人，有不少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习的。啊，他不是一辈子跟的。啊，有的人学1-2个月，1年半年，3年5年很多啊。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僧团完全相同。啊，也都是三一一波。佛陀的在家弟子
啊，他们有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都跟释迦牟尼佛学。这个我们要知道，释迦牟尼佛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所以当年方东伟先生把佛教介绍给我，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教的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样介绍给我。啊，那么好学的人，无论是哪一种族群，啊，他信仰哪一种宗教，哎，他都求学，他都想去探索哲学的奥秘。啊，宇宙的真相，他都想探索。啊，释迦牟尼佛一生就是教这个。啊，所以如果有人要问，特别是我们学佛的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人家问我，佛到底是什么？佛教那么多经典，它里头讲些是什么什么东西？你要能答得出来呀！啊，佛教是什么？佛教是教育。佛经讲的是什么？宇宙人生的真相。用现代的话说，高等的哲学，高等的科学。啊，他所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也就今天科学跟哲学所研究的这三种现象，啊，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质现象。它不是迷信啊，啊，它提升我们的智慧，提升我们的灵性，自自然然提升了我们的福报。啊，智慧，有智慧一定有福报，有福报不一定有智慧。啊，佛是有圆满智慧的人，他就有圆满的福报。啊，我们想求智慧、求福报，到这来学好啊。啊，这个学校就传授这个东西啊。啊，这第三个条件佛教我们了，多少修善，啊，或多或少，别忘记要修善。啊，远离一切不善。善不善的标准，就是世尊讲的十善业道经。啊，十善业道经呢，就是标准。啊，头一个不杀生呐。啊，真正做到不杀生，你一定是不吃肉啊。
所以有很多人听到这一句话呢，不敢学佛了。为什么呢？他要吃肉，那没有肉的时候，他这个饭就吃不下去了。他为了要活命啊，所以他一定要吃众生肉，以为吃肉才有营养。现在这个话有问题，从前古时候众生肉可以吃，现在肉不能吃了。为什么？现在肉有毒啊！这些畜生喂的那些饲料，你要去看一下，你会吓坏了啊！我是前几年，是4年前，是5年前。啊，齐素平居士邀请我到庆云去参观。啊，他在那里建的海岛金山寺。我去看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完工。当地的领导啊，很欢迎我们去参观。第二天呢，陪同我去看一个养鸭的基地，规模很大啊，带我去看。这里面的大概地位也相当高啊，是这个基地里头的领导陪同我参观啊。我看到这小鸭，他递了一只放在我手掌，跟我手掌一样大啊，这么长，小鸭有这么大啊。他问我，他说：“法师，你看看这个鸭子出生几天了？我估计至少10天到1个星期的样子。啊，7天到10天，它才能长那么大了。”他告诉我：“昨天出生的，我就呆了。昨天出生的，今天长这么大，你这个鸭子。”长大卖给市场多少时间呢？2个星期。我们从前在乡下养过鸭子，鸭子长大了卖的时候多久时间？差不多半年了。怎么现在2个星期就可以卖了？啊，它吃的什么东西？全是化学肥料、激素。啊，就是让它膨胀，这东西能吃吗？他告诉我，北京烤鸭1/3是他们这个厂提供的。我回过头来告诉我们的佛友们，鸭蛋不能吃啊，别说鸭不能吃，鸭蛋都不能吃。为什么？它不正常嘛。所以现在人呢，得了许许多多怪病。病从哪来的？古人说得好，病从口入。啊，我听台湾同学告诉我，现在养猪6个星期，猪就卖掉被杀掉了，就长大了。在从前要养10个月到1年它才能长那么大，现在6个星期长大了啊。像鸡鸭的时候2-3个星期就去买了
所以现在不可以吃了。啊，我跟方老师多年，老师过世之后，我常常到他家里去照顾师母。啊，我曾经有一次问他，我说师母，你冷静想一想，你们现在吃的这些肉食啊，猪肉啊，鸡肉啊，啊，这些东西啊，跟四五十年前你们吃的这些东西是味道一样不一样？他很冷静，大概想了五六分钟，然后告诉我不一样。真的，不但是吃肉食不一样，我们吃的是这个稻米蔬菜都不一样。从前蔬菜香鲜味也，现在没有了。啊，你看我们从小的时候是蘑菇，那个蘑菇的香味很远都闻到，真的香味现在没有了，现在吃的都没味道。啊，东西长得很大很好看，没味道。这个与多少修善有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呢？从前的人心善良。哎，影响一些动物也善良。植物也善良啊，善良它就生长的正常。有它正常的能量，有它正常的滋味，现在完全反常了。啊，常是什么呢？中国人讲五常，常道啊，不能变的，永恒不能变的，五个字：仁、仁爱、义。啊，义是循理，什么事情都合情合理合法。合理啊，啊，礼貌，人与人之间，礼不能够失掉啊。礼失掉，人就乱了。啊，家里秩序乱了，社会秩序乱了，没有礼了。啊，知识理智就不能用感情啊，要用理智，处事待人不能用情对待，用智对待，最后是信啊，仁义礼智信的。左传上说，人气长则妖心，这句话怎么说呢？人要把五常丢掉了，也就是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这个人就不是人了，是什么？妖魔鬼怪。妖魔鬼怪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他已经不是人了。啊，所以家不像家，社会不像社会，国不像国，世界不像世界呀。
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是善。善不能不修啊！今天别人不修善，我们自己修善。为什么呢？共业里头有别业，善因皆善果啊，恶因感恶报啊。怎么能不做呢？怎么可以不做呢？啊，生在这个社会，不读圣贤书，你不知道善恶的标准，所以圣贤书还是要读。啊，最起码的《弟子规》。世间善的标准呢、啊？是善业了，是事出事法的标准。啊，《太上感应篇》是因果的标准。这三样东西，儒释道的三个根，不能不学。认真学习就是修善持戒啊，这三样东西是佛法戒律的基础，戒律的根本啊。今天学佛戒律废弛了，什么原因呢？没有学三个根啊，所以那个戒律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们要以善心待自己，要以善心待人，要以善心对一切万物。啊，西方极乐世界欢迎这种人。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他一天念佛十万声，他也不能往生。什么原因呢？他不是善人啊，外表怎么装，假善人伪善，这种人不能往生。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自己要学为善的话呢，极乐世界没分。啊，一定要真善。第四，其利他相。啊，这是什么？这是属于正法救助。啊，建塔造像，这里面借助的就是供养经典，属于这一类的啊，印经不是供养啊，啊，这修复啊。啊，他建塔，我们就想到寺。啊，建塔供佛，建寺安身，让出家人有一个修学的地方。啊，他有地方居住，有地方学习。这是大福报啊。
要知道啊，学佛的人是好人呐、你能够护持他，你能够成就他，他一生的成就就是你的成就。何乐而不为之呢？他为什么能成就？是因为你帮助他，他才有成就。你要不帮助他，他就没有成就。他有多大的成就，你就有多大的福报。你不一定有智慧，但是你有福报。如果你要是学佛的话，你的福慧都增长。你不学佛的话，你供养的时候，你护持他们的时候，你有大福报。诸位想想，古代的帝王，福报为什么那么大？我们社会上一般讲，富不过三代。你发了，发福了，你这代儿子可能到孙子就衰了，现在你仔细观察，多少这些大富大贵的，他自己一代都保不住。年轻发了，四五十岁就败了，五六岁是岁数乏了，七八十岁就完了，很多啊，公司倒闭了，破产了，国内国外我们常常看见的，一代都保不住啊。那么你想想以前这些帝王大臣大富长者，他们能传十几代靠什么？靠积善积德了。善与德跟文化跟佛陀教育就有密切关系。帝王大臣大夫长者没有不护持佛法的。自己学不学的不一定，他护持。为什么呢？他知道这个能懂修大夫。很多所以帝王他能传十几代二十几代传几百年，这福报大了修得好啊，懂得修福啊，懂得积德了，不是一代两代就完了。这个要有智慧要想到修什么才能让你的子子孙孙世代享受。所以其力他相的功德不可思议相是造佛像，无论什么人见到佛像，阿赖耶识力就种了善根了
啊，佛的印象印在阿赖耶里面去了。这一生不能成就，来生后世遇到缘，这个种子起现行。啊，这个种子什么人给他种的？是你给他种的。所以造一增啊，庄严佛像或者是菩萨像，能跟许许多多人种善根，啊，印造经书，流通法宝，啊，那是借什么？那是借些肯读经的人，这个少数。啊，到寺庙来参观，看到佛像的那是多数。这都是好事，这都是大福报。啊，第五呢，梵思沙门，这就是供养出家人。见到出家人徒步，一定要布施。啊，在古印度他成了一个习惯，每一家吃饭呢，他都会多煮一点。啊，为什么呢？有出家人来徒步。啊，供养他们一波饭嘛，他们什么都不要。啊，每一天需要的就是一波饭而已。啊，那么在中国，把梵思沙门呢，现在都用金钱来代替了。啊，中国人呢，供养红包。就是代替梵思沙门。啊，也是帮助他们在物质上不至于缺乏。啊，让他们能够安居所为时。心安则道隆啊，他才能安心办道啊。但是供养一定要有分寸，供养太多了，让他起了贪心的，你把他送到地狱去了。这个供养不但没有福啊，你造的是罪业啊，本来他是个好出家人，现在让他起了贪嗔痴慢，啊，他堕落了，你要负责任的。供养固然是修福啊，福也会变成祸啊。你看中国福跟祸两个字的写法，好像啊，哎呀。一不小心啊，福就变成祸了。哎，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中国文字智慧的符号啊，啊，一不小心，本来是种福的，以后变成祸害。啊，所以古人古时候好。古时候建立寺庙，寺庙的经济来源靠什么呢？有这些信徒啊，布施土地、田地啊，这些田地啊，它可以租给农民种植啊，向农民收租
啊，农民种的这个地收的粮食，分一点给寺庙。啊，寺庙的经济来源就固定，他不要化缘，他也不要做佛事，也不要做金蝉，他不需要，生活稳定嘛，所以他天天在研经、研究经教，认真修行。啊，不像现在，现在寺庙里头没有经济来源了，经济来源靠什么？完全靠信徒的供养，这个不得了啊！这流弊就发生了。啊，变成出家人不能不攀缘，不攀缘信徒不来了。啊，寺庙经济就断绝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今天建道场，如果环境许可的话的时候，多有一点土地好种植，自己不能种植，请农民种植。我们在澳洲种植的时候，就是请农民，当地农民。我们是给工资，他工作一天多少钱，我给工资给你。你替我种植多少天，我给你多少工资。啊，收成呢，全部是我们自己的。啊，我们大国规模的这个农作啊，是从去年才开始，去年这一年收成不错，啊，这是做一个试验，我们种小米，收了13000公斤，啊，所以希望我们自己将来主食跟副食，这个蔬菜，通通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可以卖到市场。啊，我们的生活就稳定了。啊，不需要靠外面供养啊。我们能生活得下去啊。啊，所以信徒们供养我们这些钱，我们拿去买土地。啊，或中国我们现在有大概有10000多亩土地。啊，所以我们计划这个主食方面呢，我们种水稻。种小麦，种玉米，种马铃薯，啊，番薯、花生，这都可以做主食用。啊，蔬菜，我们的菜园很大。啊，每一天可以供养500人没问题。啊，我们自己生产。白丈大师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啊，我们搞农耕呢、啊，哎，你只有这样子，吃的东西可靠啊。现在怕什么？怕什么农药、化肥？我们自己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啊，真正是健康的食品。我觉得这个寺院庵堂啊，还是要用古时候的方法啊。我们建在农村，建在乡下，不要建在都市。都市你没有耕地啊，修学的环境一定要优雅，要清净。啊，人太多了不行，人太多了就变成热闹道场了，变成都会了，那不能修行。啊，人多了，应酬多了，那不就搞旅游事业去了吗？那哪里是修行呢？啊，所以这些道理都要懂。不懂不行。第六，寻增燃灯，散花烧香。这一桩事就是现在所说的宣扬佛教。
啊，对广大群众啊，弘法利生的这个事情呢、啊，僧是四智品，佛家讲的翻床啊，扁的叫翻，圆的叫床啊，圆的很像飞机场那个风筒一样啊，圆形的啊，在古时候，这是寺庙对大众啊一个信号啊，寺庙今天有法会，寺庙有旗杆，旗杆上就挂幡，别人一看有幡啊，寺庙今天挂幡了，今天他这里有法会，喜欢参加法会的人自己就来了啊。在从前没办法通知，就用这个方法。如果这寺庙里面讲经呢，就宣传，看到挂的是圆形的床，寺庙今天讲经，喜欢听经的他就来了。那么现在没有，现在用电话啊，用网络来通知啊，用报纸啊，报纸上登刊登广告啊，或者是电视台啊，给你做广告都可以啊。古时候没有这些工具，就是宣证啊，用这个做信息传播啊。那么这都是属于活动啊，活动方面的一种宣传啊，燃灯散花烧香啊，这是供佛啊。灯代表智慧啊，佛前面点蜡烛点油灯是代表智慧啊，另一个代表呢是奉献，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就是说舍己为人啊，燃香出家人在头顶上燃香啊，燃香吧啊，有人说是戒吧，错了，戒哪有吧呢，受戒没有吧，燃香有吧啊。燃香什么意思呢？在佛前发誓，我燃烧自己照耀别人，意思就是我牺牲自己，我要奉献给别人，为别人服务，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头上燃了很多，自私自利啊，一毛不拔，那你就是完全是骗人。你骗谁？你骗佛菩萨，在佛菩萨面前燃香的时候发这个誓，自己没有兑现啊，你就全错了啊，你燃这个疤有罪过啊啊，骗佛了，骗众生了啊。一般呢，在家佛弟子燃在手背上啊，出家燃在头顶上啊，实际这就是中国人真干了，全世界没有把香燃在头顶上燃在身上的。佛经上有，他是告诉你，你要懂得这个意思啊，佛菩萨面前发誓啊，舍己为人，不一定要燃，要懂这个意思啊。中国人真燃了，
然后也好，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叫自己别忘了。这个好啊，所以一定要晓得他的用意，不知道他的用意，那你就错了啊。散花的都是供养，花代表什么？花代表阴植物，先开花后结果，花开得好，果一定好。所以花代表阴呢，这是表法，表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表这个意思。所以佛前面供花，你懂得供花的意义，不是佛要看，是提醒我们善因善果。是这个意思。灯代表的时候燃烧自己照耀别人。烧香。香代表信，代表戒定。佛门讲戒定是真香啊。那么燃这炷香，你就要想到持戒修定。提醒你，作用在此地。如果这支香是供佛的，与自己不相干，全错了。佛要这香干什么？佛什么都不要。在佛面前这个烧的时候，是以佛做给我们做证明，我们要学习，是这个意思。我要修戒修定，佛给我做证明。不是佛需要。香还表信，叫信香。这个意思也很深。古时候传递信息，没有今天科学技术。这个边防几千年几期离路之外，如果敌人侵犯我们这个地方，如何把这个信息立刻通报给皇上？所以就用想出这么个方法。中国北方的防御是长城，长城每隔一段有个烽火台，你们到长城去参观就看到，烽火台是什么？就香炉一样。边关有了事情，他就点狼烟，狼的粪，就烧这个，因为狼烟呢，风不容易吹散，很不容易吹散，那个狼烟一点的，第二个人一看那边，马上自己点起来。这样大概的时候几个小时就传到京师了。北京就知道了。用这个方法传递信息。烽火台就像香炉一样。所以这是表烧燃这支香，表我们对于诸佛菩萨的传递信息。是这个意思。表法的，你要不知道表法了，这灯是白点了，香也白烧了，花也白散了，你全都不懂得的意思。如果你懂得，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怎样修行。它是教育。用现在的术语是，它是教具，教学的工具。包括
塑造前面讲其利他相也是工具教具啊，让你看到佛像，见贤思齐，我本来是佛，为什么变成那个样子？要认真努力修行，回归本位啊，佛代表性德，自性本有的，菩萨代表修德。我要不认真修行，我回不了本位。啊，修是什么？修是修正。啊，修行，行是什么？行是行为。我们的行为错了，必须把它修正过来。啊，标准就是经律论，佛49年所教的，那是标准。啊，经论是修正我们思想的行为。啊，我们的思想见解是正是邪，要用经论做标准。啊，戒律这些戒条是我们的口，我们的身，啊，是身口的行为，我们说话有没有说错？我们动作有没有错误？那是戒律，所以戒律是修正身口行为的标准，经论是修正思想行为的标准。你要明白它的用意啊！你在佛法里能学到真东西啊！啊，端正的行为，对自己现前的利益，就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你这一生，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最高的享受是什么？精神生活，你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你能达到这个水平呢？清心寡欲，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现在人家没有压力。啊，你的身心啊，没有病痛，健康长寿啊，快乐无比啊，这是真正幸福美满。幸福美满不是地位高，不是拥有多少财富，与那个不相干啊，我们见过地位高的人，也见过拥有亿万财富的人，他生活的不快乐，他没有我快乐，没有我这么自在呀。啊，快乐人生呢，与地位财富毫不相干。那我们在古籍里面看到，孔子是平民的，物质环境并不好啊。啊，学生里面物质生活条件最差的是颜回。可是父子赞叹的，同学当中说过得最幸福最快乐的就是颜回啊，孔子对他赞叹了啊。颜回确实，我们今天讲
一贫如洗，他有那样美满的精神生活。啊，从哪里来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快乐无比啊，读圣贤书，落实圣贤的教诲，常常有悟处，怎么不快乐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违背圣贤教诲，那就是说，中国自古相传的，就是传统文化的总纲领、总原则，四库全做到了，五伦做到了。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做到了，这怎么不快乐呢？五常做到了，仁义礼智信全做到了，四维八德做到了，四维八德总共12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全做到了，满心的欢喜啊！佛法里面所说的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呐！孔子颜回真的是过这个生活。幕后第七，以此回向，愿生安乐。安乐就是极乐世界。把自己身口意所修行的功德，不为自己，也就是对这个世间一无所求。回向。回向我所求的，第一个回向实际，实际是什么？回归自性。我们真正终极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回向实际就是求明心见性。第二个呢，回向菩提。菩提是智慧，是觉悟。与明文利养毫不相关呐。第三个呢，回向众生。回向众生就是教学，教学头一个是身教，我一定把所学的统统做到，做到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大众都看到了，大众都向你学习，这是回向。我得到圣贤的教诲，得到圣贤教诲殊胜的利益，那就是过着快乐人生。我要把快乐人生呢给大家分享啊，不是独享啊。释迦牟尼佛30年大彻大悟。那这个回向，他回向实际
做到了，回向菩提做到了。49年的讲经教学是回向众生的，他的日常生活回向众生是给众生做好样子，你看他做出来的，与人无争，与世无求，知足常乐啊！一生从事于教学，乐此不疲。为什么？这个事业是天上人间最伟大的事业，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没有比这个事业更伟大。做伟大的事业，他的心情多舒适多快乐，所以法喜充满了，常生欢喜心了。你不学体会不到啊！你真正学了，才真体会到啊！60年前，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我很听话。我这60年就这一条路啊，越走越欢喜，越走越自在，法喜充满。参与国际上这些活动，那是911事件之后，昆士兰大学跟这个格里菲斯大学两位校长，来找我，希望我能够帮助联合国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么一桩事情。那我一想，这是全世界些人痛苦啊，我们出家人应该有一点慈悲心啊，尽一点绵薄之力啊，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十几次的会议，我们把中国传统的文化，特别是传统的教学大乘佛法介绍给他们，讲了很多次，而且还有表演。我们在汤池做了3年了，那表演给联合国看的他们听到了，他们看到了，我的事情没有了，做完了这就画了句点了，我回归本位任何这些活动我都不要参加了做一个好样子，老老实实的出家人老老实实出家人什么样子？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天天教学，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桩事情我现在很快乐，每一天能够读经4个小时，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分享4个小时，快乐无比
活一天干一天。哪一天不干了，不干我就走了。这是出家人的正业。不能不知道啊，释迦牟尼一生乐此不疲。我很幸运，非常感谢张家大师教我这条路。我这一条路一定走到底，给出家人做一个好榜样。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